反丧尸联盟终于出动了可以对抗丧尸音响人的 UFO 马桶人。他先是利用爆炸的声响引出丧尸泰坦音响人，然后利用速度优势不断地冲撞丧尸泰坦音响人。他本来就很菜，只能够在原地像个无头苍蝇一样的乱跑。 UFO 马桶人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，一发能量炮将丧尸泰坦音响人打得屁股着地，落地开花。眼看这里的战斗没有悬念，无双战神想起了自己的马桶兄弟还在隔壁街道遭到丧尸的围攻，为了正义和世界和平，还有最最珍贵的友谊，无双战神义不容辞地准备开车逃跑。开个玩笑，无双战神是要使用汽车撞死丧尸保护自己的马桶兄弟。只见汽车像是脱缰的保龄球一样瞬间命中丧尸，完成了全雷打。马桶兄弟非常开心地向无双战神致谢。这个时候来接他们的监控运输机正好到达，可是旁边的房顶上出现了更多的丧尸，马桶兄弟和无双战神当机立断，立刻上机起飞，却看到丧尸泰坦音响人在暴打 UFO 马桶人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们下期有缘邂逅再继续。